好吃好吃，对，林达这个好吃，对，林达来买三盒鲍鱼，对，这个以前吃过，主要是好吃，对，又想吃，对，然后吃了这个还那个，还有每一个送鲍鱼，哎，你买三个就送一个手牌了，啊，真的，还有手牌送啊，哎呦，鲍鱼手牌，对，对，这是我自己送的，OK，这不是，对，不是厂家送的，鲍鱼是厂家送的，你看，这个，买鲍鱼还有那个好礼物送，对，鲍鱼背，好漂亮哎，对，当然了，对的，没见过，好漂亮，你上次买的那个小马都是几十个人想要啊，就上次去长街买的那个小马。一对珐琅彩的马，就是琳达买的，今天打扮得很漂亮，很有气质。那个马很漂亮，对，又精致，然后做工又好。对，就所以就是几十个人打电话来想要，看到好的要下手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就是机会只有一个，第一个发言就是留给他的了，肯定了，对，恭喜大家。Okay，观看 YouTube， 看梅老师的 YouTube， 对，梅老师，对 ，Lina May 的 YouTube， 每礼拜三、礼拜六晚上都有珠宝直播，就随时我们去。买鲍鱼还有这么漂亮的鲍鱼背手环，对，看多漂亮！谢谢，谢谢梅老师。对，每人的就是你看，还有精美的包装啊，就是包装还有很好，外州的朋友也可以寄货 ，OK？ 我以前买过吃过，非常好。对，很好，又方便，鲜嫩美味 ，OK？ 美味 ，OK？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就请加我的微信，外州的朋友也可以寄货 ，OK？ 对，你看就要这样子多好啊，98块，然后就是。还有送一个冬菇，然后还有包装啊，那个拿起来，真的，拿起来，哇，拿起来，对，你看，过年啊，过节啊，送礼啊，对，自己吃啊，都又方便又省事，对，多好，对，好，干起来，谢谢。OK， 大家，如果你在纽约的朋友就自己过来买 ，OK， 如果外州的朋友就加我微信，寄货送礼自用两相宜。